几日前，小王收到欧阳克公子的飞鸽传书，便匆匆来救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，小王实在惭愧不已啊。听客儿说了王爷的雄才伟略，但我现在一心只想寻找名医治好客儿，别无他顾。王爷所说遗书之事，实在是有心无力啊。欧阳先生此言差矣，我所求正是你所求。欧阳先生可否了解武穆遗书？岳飞不仅用兵如神，武功也是极为了得，他传下来的岳家散手也是武学一绝。听说遗书里除了兵法，还另行录下了武功。先生果然渊博。这个宋人和莽人三番五次北上南下夹击我大金，我大金真是苦不堪言呐。若是我大金能得了这部武穆遗书，不仅可以自卫，还可让百姓免遭宋莽屠戮，让天下得以太平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有了武穆遗书的确切下落，此行若是有先生加入，那么此事必成，小王也一定会上奏皇上，为先生请功。到我大金一统天下之时，欧阳先生是想得到九阴真经也好，或是天下第一也罢，又或是遍寻天下名医，又何须先生亲自辛劳奔走？有先生相助，这真是我大金之幸事啊。师父，那你说欧阳锋为什么会救咱们呀？他不会平白无故救，肯定有后招，他没那么好心。金哥哥，欧阳锋肯留我们下来，肯定马上就会来找我们。你这么色眯眯的看着我，好不自在啊。我说平时欧阳克怎么眼神迷离，原来是祖传的呀。那是惺惺相惜的眼神。七兄啊，都怪兄弟我这争强好胜的性子，让你在鬼门关又走了一趟，对不住。不过看你这伤势恢复神速，我也就安心了。你可知道是为了什么？九阴真经。嘿嘿，叫你说中了。还好这九阴真经奥妙无穷，多亏了静儿传授于我，要不然我哪能还在这儿逍遥快活。七兄，你也赶快指点我一二，让我家客儿也恢复如初啊。这九阴真经不都给你了吗？你找我们来干嘛？这郭贤侄给我的经文晦涩难懂，十句里面有八九句我都不明白，你说你们给我的是真的吗？啊？想什么呢？当然是真的。吉兄，你来讲解给我听啊。大侄子，你也背一遍，一句句讲给我听啊。老毒物，这九阴真经又不是三字经，说背就背啊。这船上不乏武林人士，你让金哥哥这般显露，也不怕隔墙有耳？
你好不容易得到九阴真经，可不想到时候连路边三岁小孩都会背吧？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，老七呀，九阴真经你会，他会，凭什么我和克儿不能会，其他人也不能会？没说你不能会，真经不是给你了吗？你自个儿练去。那你倒是说给我听啊！就算靖哥哥念一遍给你听，你也听不懂啊。为什么？这里面很多都不是中原话，你能读明白吗？你明白？比如这段：摩诃波罗，揭谛古罗，摩罕斯格尔，金切胡斯，哥山尼克，这些都是吐火罗文，换成中原话就是九阴真经中内功疗伤的易经断骨篇。你若修习此法，兴许能救你克儿。你会吐火罗语？真是少见多怪。哎呀，十年前一个吐火罗商人途经我们桃花岛，卖给我爹不少稀奇玩意儿，我爹呢就把他留在岛上玩了半年，期间教会了我爹吐火罗语，我自幼跟着旁听，自然略懂一二。哈哈哈，还是我们耀兄精明啊。所以啊，你要是想译出后面的怪文，其实可以去问我爹爹。哎，那倒不用了，小侄女你就帮我译一下吧。哈哈哈哈。其实也不是不行，只是现在我们暂居别人船上，就怕别人对我们不利，要不然老独你来照顾我们，每日三餐亲自来送，一餐换夜经文，可好？那太好了。你们先吃着，我这就去再准备一餐啊。谢谢老独。哎，这菜有点咸。少盐。蓉儿，你连吐火罗语都会啊？我不会，我骗他呢。不过骗得了一时，可骗不了一世。嘘，听声音来者不善，不会是欧阳锋发现了？刚刚如儿说的是瞎编的，来杀人泄愤吧？这也不无可能。咱们快走。往北边一直划两天就能上岸，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？不要担心我，你们快走。好，保重。多谢。要走也不打声招呼，好没礼数。放箭。多小心，真没用，真没用，不好玩，不好玩嘛。大哥，老弟，没有你的日子我好不开心，好不开心，好不开心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找你啊，好不容易我师兄保佑我吉人自有天相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找到你了，找到你了！太好了，老顽童啊，你这些日子去哪儿了？我老顽童一直在海上，
从未离开，我也离开不了。你看那是什么？你竟然找到我的船了！你的船让我有了好运气，救了我，要不然我老顽童就要晒成老鱼干了。好了，别废话了，打着架呢。啊，对，打架，打架怎么少得了我？来来来来来，谁？哎，谁先跟我打呀？哪来的小老头？如果要有本事，就拿出来，让大家见识见识。老头！秃头，掏进去，掏进去，秃头，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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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谁啊？该谁了啊？王爷，就他一个老头，我们人多，怕他做甚？他可是全真派的老顽童，周伯通，王重阳的师弟，你们四个就别丢人现眼了。老毒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呢？大家都只求平安，没必要争个你死我活吧？不是你们死我们活，你在这儿，咱们俩先打一架。你跟我打，这船要是沉了，你我都走不了。那不正好吗？我们大家一起在这玩。来来，你要非得切磋，明年咱们华山见。今日王爷就放你们一马，你们速速离去，莫生事端。王爷，这就放他走了？一切都听欧阳先生的安排。都说完了，开打吧。行了，就这样，咱们先撤。什么意思？听我的，我带你玩好玩的。什么好玩的？别说话，跟我走，这就好玩了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现在师父还未痊愈，咱们再找时机。好，大云啊，我在这儿啊，你来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走，找鲨鱼。金哥哥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肯定在想。杨康是不是有苦衷才会跟完颜红烈在一起？你是不是担心穆姐姐帮了我们会被完颜红烈所迁怒？蓉儿，真的是什么事都瞒不住。我不相信杨康有什么苦衷，但我相信他对穆姐姐是一心一意的。只要他继续当他的小王爷，穆姐姐不会有事的。金哥哥，你累了吧？休息一会儿吧。好。蓉儿。师傅。师傅。师傅交代你的事，你可还记得？弟子记得。7月15日前，拿着打狗棒，到越州接任丐帮帮主。嗯。可是师父，那日荒岛情况紧急，弟子不得已接下师父的重任。可现在大家都已经脱离困境，弟子怕是不能担当此任。希望师父能够继续回来主持丐帮大局。孩子，你真的认为师父传位给你只是因为当时事态紧急，而我又命在旦夕吗？你想没想过，师父难道不可以命你将打狗棒带出去传给帮中任何一个长老吗？蓉儿，你是师父这一生遇到过最聪明而又不贪心的人，而且你处变不惊，是个大智之才。不管今天师父这条命是否捡回来，换个时间换个地点，师父还是会想将这帮主之位传给你。再说了，
祖师爷面前，这传都传了，这事儿可收不回来了。依我看呢，要不这样，这帮主之位呢，你暂时坐着，要真的当不开心了，传给别人就是了。反正后面的事，师傅也管不着了。您说呢，黄帮主？师傅，我好，起来吧，以后跟我混吧。好你个老顽童，把打狗棒还给我！到岸了，我老顽童终于回来了！这回虽有那几个小贼造次，但有欧阳先生坐镇，小王心里踏实了许多啊。王爷，请恕老僧说两句。我以为先生会出手教训那几个贼子，但没有想到他连气儿都不敢喘一声。看来也是惧怕那个老顽童的。啰里吧嗦的。我看你是没有被周伯通打够。好了好了，各位都是我大金的英雄贵客，要以和为贵。欧阳先生，今日小王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还望先生能够应允。王爷请说。康儿，还不跪下。欧阳先生，晚辈仰慕您许久，想拜入先生门下学习武艺。小儿啊，自幼习武，只是未遇名师，若蒙先生不弃，肯赐教诲，我们父子二人同感大德。我白驼山庄有个规矩，只一脉单传。我已经传给了客儿，就没办法收你为徒了。站住！什么人？来人！是什么人？耀兄，欧阳兄弟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来找我女儿。找你女儿？你没见着吗？我也没见着呀。你们见着过吗？这位是？这位是我的好兄长，桃花岛黄岛主。原来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海桃花岛岛主黄药师。今日在此相见，三生有幸。我去找我女儿了，打扰。请留步。黄道主，请问你是在找一位十几岁的小姑娘吗？你见过？我记得三天前在海面上看到一具浮尸，身穿着白色衣衫，头发上系了一个金环，相貌倒是很标致，只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被海水浸泡的肿胀了。那女孩的尸身旁还有三个死人，一个是浓眉大眼的年轻后生，一个是老叫花子，腰上挂着个大红葫芦，还有一个长须长发的老头。你不是说你没见过吗？耀兄，你可误会兄弟我了。我也是刚上船，跟你知道的是一样一样的。那是郭贤侄、七兄和伯通兄。生死乃人之常情，请节哀吧。耀兄，节哀啊！楚家人，呜呼，开饭喽！哎呀呀呀呀，我来，我来。先给师傅。啊，不行，先给大哥。老顽童，你别着急，这儿还有烤鱼呢。弟妹，你烤的太慢了，我饿了。师傅，你慢慢吃啊，这儿还有。嗯。师傅，是吃腻了蓉儿做的叫花鸡？那不是，你做的菜我怎么会吃腻呢？只是，师傅想起了一件事。
鸳鸯舞真快，你知道吗？蓉儿知道这道名菜，但从未尝过。这道菜啊，是邦交重要使节会面之时，御厨才会安排的菜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！哎呀，这还不容易？找个皇帝老儿的厨子，把他抓回来，让他给我们弄。你懂什么呀？你以为这事我没干过啊？没了皇宫里那锅、那灶、那些器具和配料，做出来的味道根本就不一样，难吃死了。这么神奇吗？我年轻的时候，为了吃这道菜，在宫中躲了3个月。偏偏皇帝那3个月什么人也没见，啥也没吃上。这是我人生中最遗憾的事情。如果能够吃上一次，我这辈子就值了。哎，最近不是蒙宋两方要结盟吗？邦交重要使节会面，会不会做这道菜啊？靖哥哥，你变聪明了。对啊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咱们可以到临安偷偷溜进皇宫中，好好品尝一下这道美味。说得对，这就走。好，好，大哥。哎，周大哥呢？大哥，我的打鼓棒呢？哎呀，弟妹，好巧啊！老顽童，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东西了？没有啊，我老顽童一向来去两袖空空，不曾遗漏什么东西，谢谢提醒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是不是忘还我什么东西了？弟妹，你不要胡乱阎王人，我什么时候拿你东西了？你非逼我搜你是吧？你搜，哎，你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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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什么时候拿你东西了？打狗棒，你什么时候放我身上了？我居然不知道，你快拿回去。我15年没回终南山了，我要回去家里看看。你这就走了？打狗棒都在你手上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我还要跟你算账。那就算算。你是不是栽赃靖哥哥，害得我们不能在一起？是，但是也不能全怨我呀。不怨你，那我们接着算。你是不是非要上我爹爹的花船，害得七公和靖哥哥陪你一起沉船遇险？是他们要上船的，不能全赖我呀！不赖你赖谁？你这桩桩件件，害我们陷入危险之境。还有，你是不是拿走了我的打狗棒？幸好被我及时收回。我老顽童就是借打狗棒玩玩，打狗棒不是在你手上了吗？我走了啊！你走吧，到时候我就去江湖上说的。我说全真教的周伯通啊，就是个无赖，我看到时候谁还愿意理你？蓉儿弟妹，我不是无赖，你不要在江湖上这么胡乱冤枉我。打狗棒已经在你手上了，你还要我怎样吗？现下师父重伤未愈，只要你肯和我们一起去皇宫护我们周全，吃到那鸳鸯舞真快，就一笔勾销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不怎么样！我老顽童命太苦了，15年我关在了桃花岛，我好不容易从黄老邪的手里面出来了，现在要落到你黄小贤手里吗？不怎么样，不去，打死我也我不去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我跟你去，别在江湖上说我。一言为定。呼呼，老江花，我要给你们去找好吃的。今日天色也不早了，想来今日也是进不了临安城。我看这景色也挺美的，要不咱们在这村里住下吧？可以啊。靖哥哥。怎么了，蓉儿？这就是我娘一直念着的奴家村。靖哥哥，你可还记得你家在哪儿？咱们可以进去找一找。我
娘说起时也不过是寥寥几句，现在肯定是找不到我爹娘当年的旧居了。那到时候咱把伯母接过来，把旧宅再修一修，在这儿住也是很悠然自在的。好。哎，说里面有个酒馆，我们进去看看，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。走，老江花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来啦，走啊，走走。都有何指示？黄师妹，她死了，是被何人所杀？为了国境，殉情溺亡于海里，尸骨未存。你师祖认为此事的源头皆由江南七侠所引起，让归元庄对其门下众人下达江湖格杀令。若真将这莫须有的罪名扣在江南七侠头上，我怕从今以后我们归元庄的江湖威信会荡然无存。我知道师父的脾气，他定然是七七下的决定。若是我们真照这般去执行，今后他必然又会后悔。爹，那我们怎么做？你速速去找到江南七侠，并将此事原原本本的告知于他们。一是让他们节哀，二让他们去大漠避避风头，等师父气消了再回来。呜呼！哎，哎，有没有人啊？哎，怎么没有人？没人。伯通，啊，这就是你找的地方。是啊，这个地方阴森森的，没人住。不会有鬼吧？我们换个地方住吧，啊？那么晚了换哪儿去啊？就这儿了吧？万一里面藏着女鬼，你们可别怪我啊！你可是终南山道士们的师叔，女鬼不应该怕你吗？哎，我师兄只教我武功，但是他没教我怕伏虚鬼啊！而且女鬼专食男人精气，以后你当了女鬼你就知道了。大哥，蓉儿才不会变成女鬼。不一定。就是，我是桃花岛的小仙女。吓我一跳！别闹了，这就是个没人的酒馆而已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哎哎哎！等等我，大哥，师傅，今天就委屈你们在这儿将就一夜了。行走江湖，什么地方都能睡，这里墙不破，顶不漏的，该知足喽。老叫花，找个地方睡一觉啊！好啊，师傅。哎，老叫花，这个地方你也能睡下去啊？哎呦，啊，有双眼睛盯着我们，肯定是女鬼。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住，不能住，不能住！老顽童，你再瞎讲，我就让女鬼吸干你精气。弟妹，你要相信我，就是有女鬼。女鬼！啊！哪有？没有。就在那儿呢，女鬼！
大哥，咱赶了一天的路，已经很累了，不闹了好不好？我老顽童不住在这儿，女鬼勾魂，就让我练不了武功了。哎，我走了，弟妹、弟弟，我走了。哎呀，门自己关了，我就说有勾魂。啊，是人，装神弄鬼。什么人？居然会用桃花岛的碧波掌？你不肯说是吧？那我让你见识见识，桃花岛纯正的碧波掌。装疯卖傻了，快说，谁教你的武功？你不说的话，我就杀了你。你武功谁教的？你要不说的话，我就杀了你。我真杀你了。你要杀了我，我就杀了你。啊！还真是傻姑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就是傻姑。刘二。我仔细看过了，这野店是座单门独户的房屋，且四周宽敞开阔，没有藏人的地方。没有藏人的地方，没有藏人的地方。傻姑才不傻，傻姑知道你们是来偷东西的坏人。傻姑啊，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？游戏啊！一会儿我把灯吹灭了，每个人呢都找个位置藏起来。谁藏的时间越久，谁就赢。赢的人呢，就奖励一大碗面，如何？好，太好了！躲猫猫，我老顽童最拿手。大哥，别胡闹。傻姑最喜欢玩，傻姑才是最拿手的。那我们就比试比试，看谁最拿手啊！哎，老弟，放心，我能赢。大哥，别动。就在这里。你在这儿别动，等我回来啊。蓉儿。藏进去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老顽童，你先去守着我师父，我跟靖哥哥一探究竟。不行，我跟你们一起去，走。哎呀，你就不怕里面有女鬼？那女鬼万一出来抓你，你就练不了武功了。哎，你们去吧，我去背老绣花啊。慢点啊！傻姑，傻姑，傻姑，姑娘，傻姑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啊，你偷看。不算不算，咱们重新再躲。蓉儿，看，你怎么这么多尸骨？姑娘，你可知道这些人是谁啊？怎么又被你们发现了？这些人是谁？是谁啊？他是真的傻。问他也是无果，这好像是宋兵的衣服。
傻姑，我们是来偷东西的。啊，不能偷，不能偷。什么东西不能偷？这有很多东西不能偷，不能偷的。你们不能进去。有很多好东西不能偷的，不能偷的。就是一个大官，这不就是归云山庄陆庄主的铁八卦吗？这是铁八卦，但未必是陆庄主的。啊？腿骨裂开了，这是曲师哥，曲凌风。曲凌风？之前陆师哥还说，曲师哥尚在人世，却没想到早已死在这儿。但是为什么会和一个宋兵死在一起？你说你这个曲师哥既然在牛家村隐居，为什么要收藏那么多的奇珍异宝？我爹爹说过，六个弟子中曲师哥武功最强，也最讨他欢心。这些珍宝大多是我爹爹送来的，许师哥应该是想有朝一日回到桃花岛，拿这些讨我爹爹欢心，却不想遭到这个关天劫。可是姓曲，你真笨，傻姑当然是姓傻。那你认识这个吗？傻姑，我不认识，我不认识。相依凭栏长啸，
清月照大花，长弓射鸳鸯，山水相逢下路前往。是的，皆虚晃，恩怨都斩断，只留下金银刀花。莫怕，莫惊慌，一江湖，一世狂。人心做梦中，可怎知醒来是天涯梦？大刀切寒窗，天之路泱泱。千秋梦万丈，纷纷扬扬，问少年何为英雄所向，或初心不忘，或迷尘无慌。大刀切寒窗，天之路泱泱，世间人万丈，纷纷扬扬，谁能知何为英雄所向？尽一心寻芳，才知晓功过对错都不。